中国村之梦正在现。骑着一个亮旗，穿山豹张美萱，只有168公分的身高，却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呼伦决 MMA 赢量级纪录。张美萱首登呼伦决擂台，就夺得银量级金腰带。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，捍卫着自己的王位。他在呼伦决的擂台战无不胜，他在关键时刻能顶住所有的压力，而且总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张美萱是一个在擂台上胆子非常大的选手，腾空步旋踢、飞膝、二踢腿式的高扫踢、空翻式过腿，他的每一场都会给人惊喜。看张美萱的比赛，让人意想不到的绝对不是比赛的结果，而是让人猜不到的是他比赛的过程。要是心里没有底，是根本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高危险的动作。张美萱不仅仅是艺高人胆大，用时下的流行词语来说还很萌。赛场上的张美萱不仅仅使用的格斗技术让人出其不意，她无意识间流露的可爱动作让人觉得她的每场比赛打得都很轻松。她吸引的女拳迷也是不计其数。虽然张美萱有时候的表现让人觉得可爱，但是张美萱骨子里的狼性却无法抑制。张美萱就像是一匹狼一样，抓住对手之后根本不会再撒手。没有，美萱的这个技术再转是自己的看家绝技，再转，直到他把所有的力量都发挥到击溃对手的那一刹那。张美萱即将迎来金腰带的第四个挑战者，能否卫冕值得期待。用武之地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一龙。我是王洪翔。我是方便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武林资讯和最新拳手信息，敬请关注用武之地。用武之地，用微信搜索用武之地。